胆小的关注了就敢大的，真正的是大恶魔。谁都说我这黑是大恶魔，我倒不信，他就是有点恶。又来赶这鸡，为什么哪一只小就赶哪一只呢？关注关注。哎呀，这鸡好像有点，哎呀呀，和它有几分相似。又来赶，又来又来又来。哎呀，这只傻鸭子不会求救，不比那只小不点聪明哎。哎呀。一蹬一蹬都蹬不上去，我就看看人家的大哥大了。嘿、哎，嗨、哎！那鸡也不让打，顺心，就是一蹬一蹬的。哎呀，啊，那两只都大了，它打不过人家，这是小一点就是鸡步。哎呀，人小也少人欺负，鸭子小也少鸭子欺负啊！啊，你看见那只小不点在里面了？嗯、啊，啊，累了，不咬了，不咬了，都累垮了。啊，听见大海的声音了，呀、啊，找回家，找大海家。大哥才是你的好兄弟啊！啊，敢赖了吗？嗯、啊，咬上我！哎呀，和好了，咬不过人家了，和好了，和好了。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